不说我讲啥物，也是没法量吼，代表会让他其他国家，也是也担心同一天，当着他反驳啊，同意的讲根本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起码伊去当辩论，加小英辩论，伊就讲伊要做啥物法量，伊要做 FTA 吼，而且小组的总召集人。因为其实长期来，咱个台湾比较日本，包括新加坡，都想要签 FTA， 无可能无嘛。伊讲你就是我的一线嘛 ，FTA 是一个国并国的关系嘛。所以现在 FTA， 王毅讲不清楚，无可能。王毅讲他做，他是卖力，他就是王毅嘛。所以，来下一张来听。这个胡锦涛嘛，我加吧，第二间要讲讲，要对咱台湾在中小企业。尤其是我们的农民弟兄让利，但是以前我们只要你讲让利，因为将来应用上大，有可能现在中小企业在农民嘛，你要看墨西哥嘛，墨西哥又又属参加阿拉斯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，这个商业双方1111123期啦，今年一月，伊就直接报道了，伊讲墨西哥参加了两单来。750间的中小企业倒闭，农民哦，到目前有130万的农民失业，有70%左右的农民都处在极度贫困，每一年有250万人，去到墨西哥北边，靠个 border， 这个 border 哦，去美国遐去拍工，拍点时间，因为所得分配越来越不平均嘛，所以今年发表的全世界的那个富比士杂志。小后面呢，就是比尔盖茨，就把这些东西东西列出来，所得越集中。要不然，现在你看起来慢慢啊，就是不济遐个人会当无人吃。我会记我伫我定啊坐高铁吼，啊过去当遐来讲，外口较寒，还是讲迄个暗暝，啊暗时啊要开车，啊看高铁边啊拢一寡游民嘛。啊，过去前了，我刚才讲，我有一个像一个阿婶，我阿姨，不要吼，我阿无带你来买面包，因为我有钱，开钱拢去买烧酒啦，哦，我带你来买面包。啊，有一个吼，迄摆买到起来，我20点就离开，咱等无钱，人下单死。啊，不两个月前，我有一个少年，啊，不过来，比我较年纪较小，我50多岁。我讲伊讲讲要买买面包，我带伊吃面那个，摕一个我讲家己摕嘛，摕一个小小的走开始。意思讲说啊，少年慢慢来抓，无头路。所以这个，咱讲，这个黄金平啊，伊嘛都想要来伫咱立法院成立这两岸监督小组，但是讲不过来。来下一张嘛，我讲较紧的啦吼。啊，苏元祥。苏元祥他当副总吼，你另外一那个执行，伊讲咱来讲农产品啊，增开一项进口吼，他要下来。伊个讲我也是太棒了，由他如果增开一项就下来，一下来跟他无关系啊。所以特别变的吼，来下上来，我变的吼，咱这个我过来接下来，咱这个今仔日。那底下一样的建筑，就是咱这个小亮点都发起这个工作联盟啦吼，包括台联吼，这个工作案吼，2527，特别来新发那个车商，所以咱台小亮咱这个中社，咱只要办这个活动啊，我感觉是很焦虑，来接着来再讲。只要我刚刚讲这个过程。就是讲，其实这个工业化应该按国光论坛、国家江城会、国家业化，我等一定要观察这些农业的结论嘛。简单讲嘛，国光论坛就是伫2007年嘛，啊，陈水扁甲咱李秀莲总统副总统啊再次连任了，啊，这两栋的出现。人生他重生，他的一种说寻找一个新的战场，就是就开始推水果初衷啊，哦，啊，开始一系列沟通论坛，哦，
啊，你讲论坛有介侪遐个论坛的结果，我等下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。重点就是，真正是靠讲咱台湾，尤其是农业科技，到尾啊结论就是遐足侪遐个，迄个两岸海峡两岸什么迄个试验区啦，台湾农民创业园啦，啊足侪技术资源人才，因滴较想嘛，目睭睇着较想。咱欢迎当地的交流，台湾这边差不多转播去，然后将咱的美国、日本、欧盟的市场来提掉，都回销台湾。啊，真正是来的比去较侪，就是讲因为伊想嘛，啊，伊个来去拢自由，但是咱像咱陈老师在讲的，讲他讲是只有讲出去，要看伊现在双轨，他来讲现在公轨公差那大，他来讲出国被车他收一个不对。来，我们下一张。啊，这江城会嘛，伊都来讲江城会，半百来讲江城会，真正是观察点赞，能够完全国会他们自动出现，没有一次经过表决，没有一次经过那个意见交换，你为何会两个国？麦光跟你进到院会，所以把你骗很多以后，真正是刚才讲骗人民啦，中了。即政府吼，我感觉即个咱以前讲过，爱好会相信。咱台湾本来是上向相信的，但是我会感觉细汉时阵，我妈妈吼，那迄个点啊工，写物件，迄点头拢来用铅笔写尔。啊，阮家公务员吼，当然来搞笑面，阮家嘛是用铅笔写哩，后头过尔，铅笔写。啊，台湾本来是咱相信的社会，但是一个国家的领袖。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党，用一款无老实的物件，安尼甲讲啊，听不过啦。国会全部都无啊，啊，农产品，伊本着我甲查数，伊都买了，买了无一只。来，过来，放下看看。只要有介侪遐公司，伊先过来看吼，也是看遐个，遐个协议内容吼，足侪拢对咱台湾的农业非常坏，非常坏。我讲几点来？又讲要予咱零关税。还是讲要予咱迄个准入啦，水果、蔬菜，还是鱼产品。我看有几项水果有效，因为国有权也无可能，就是讲可能是迄个还未找到适当的所在。但是台湾它福建尤其是即马在海西嘛，东西向气候变变很容易啦。有一天会完全起来，啊，大部分拢方便。哦，我叫有一个送友大家吼，来下一张。咱长期来对伊个贸易嘛，拢了嘛，拢拢异常。去年出口3亿6千多万，进口4亿5800万美金啊。好，再接下来吼，不包括农业问题。啊，这就是，伊这个欧盟论坛又讲着讲要对咱台湾特殊农产品介绍落来吼，啊，要甲咱，因为听说咱台湾农业嘛，吼，要甲你买嘛。我机会来听，今朝就是配合这个博鳌论坛，2006年的10月，因为2005年去当黄贵小哥，啊，介侪人咁去，伊个来当租地，我才知影介是当黄介一年吼，下落，哎，就配合时间也好，这个媒体来操作头一个月，我二万二，操作一个月，讲国共两党吼，同时他都面对敢买今朝，这个我较差吼。你上海上次你刚刚叫拜托那个上海朋友搞那个音乐传话，我正那合理的商业行为变成一半，甲咱和甲咱那个高雄高平家吼买25块啦，啊南投家买20块啦，差不多大约安尼吼，啊利率爱个13%，你就爱关税哦，13%哦，政府税17%哦，啊个催熟。哦，啊，搁有一挂遐运输、遐管销费，我算算吼，台湾市场讲一月19块。